年抢到这把黄金烂拖把。哇！这拖把什么时候变那么值钱呢、啊？干嘛一直偷瞄我？不会真的想找我约会吧？如果跟他聊聊，做个决定对我来说会比较简单吗？喂，放学后有没有空？明天有没有空？才有这个啊！你是说约会的事啊？没关系啦，我早就忘了。我只是想问问你，李胜学，今天换你当值日生哦，快学留下打扫，不能说不哦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我会努力做，认真做的，你放心。不好意思哦，今天要当值日生，所以放学的时候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当值日生，放学后在校门口等我。我很重要的事想要跟你聊一聊。小姐说约会的事她已经忘了，她说了算。更何况小姐的事都是我在做，值日生我来当。我有话跟猴子说，我会帮她做。我要直接送小姐回家，所以我来做。我说过我会帮他做，我说过我来做。如果你们都那么想当值日生的话，就看谁下课后先到五楼扫具间去拿拖把啊，谁先拿到谁就当值日生嘛。没看过这么爱当值日生的哎。下课后，五楼。体重又杀起来，还好没有跟过来。好了，罩子放亮。听高标语提醒着我们身在不同天空，预设好的伤痛是否能说不碰就不碰？我想犹豫不决，比飞蛾扑火还更堕落，冲不冲，痛不痛，理智为爱失踪，来不及每一个脚步一踩就亮。小姐像是我在保护，我会永远保护她，我不准任何居心叵测的人接近她。口里叫小姐，其实你已经不把她当小姐了吧？你的竞争意识抬头了吗？啊？接近小姐，给我！我说过有话跟她说。我越来越不懂哎，聪哥不让沈若赫接近小姐，若赫有话要跟伊思雪说。为什么要先抢到这把黄金烂拖把？哇！这拖把什么时候变那么值钱呢、啊？你在干嘛？你输了，谁说子聪输的？我说子聪赢了。
胜利。当然了，十多年的感情哎，小姐再怎么选，一定也是选聪哥了嘛。显然，在你的心中，我跟金子聪已经分出胜负了。那当然，子聪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像我的一部分一样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用这种态度对他。不管你要跟我做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尊重子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。那都是子聪写的哦，他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他就像是我的空气，就像是我的哥哥，像是我最好的家人。所以绝对不可能是我的男朋友。我就是想为一胜雪输一次。Go go go， 出发 go！ 说到报复，我得去找那个 Roma 算账才可以。一胜雪是为了我女儿一胜雪，我成全你。你知道，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。这几个字代表意义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没有人可以取代子聪。没有人可以取代，而且你的身边再也不会出现其他的男人。放心吧。这种情况你现在还不用担心，没有人会对还没进化猴子感兴趣。无聊。为什么他要那样看着我？他在生气吗？我让他受伤了吗？小柔，我又没有说谎，子聪在我心里真的很重要啊，为什么他要为了我的话生气？又是为什么我那么希望他不要走开？你是我第一个可以说出他的事的人，就连哲凯和匕首我都说不出来。你的意思是沈若的感觉比我家兄弟重要了？没错。那你干嘛说谎？我是为了你不要被打才说谎的。小姐，拖把给我吧。怎么办？爸是第一，子聪是第二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。怎么现在沈若赫他空降到第一前面了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小姐，你就太男孩子气了，说不定沈若赫会让你发现女孩子的一面啊，不要担心了。